展世界，为了符合剧中悲惨人物刻意减肥，但接着得饰演金刚狼，又要增胖练肌肉，让他吃足骨头。I had longer to prepare for this movie before shooting, and I trained harder. I used to do an hour, hour and a half a day, and I did 3 hours a day on this. I need some tips from you how to put on 25 pounds. One day more. Set. Another day, another destiny. I'm so.休杰克曼歌声非常好，其实还没进好莱坞前，在澳洲他是唱歌剧的演员，逮到机会我要求他当场唱一段。其实这首歌是给我一个吻啊，没想到我落彩讲错歌名，他还是照唱。想必他会唱的中文歌就这101首，不过仍旧诚意十足，让我忍不住要跟他说声赞。到韩国举行亚洲首映会，他也入境随俗。除了唠韩语，还跳起骑马舞。甚至一把抱起女粉丝，乔被他抱的女粉丝嗨得嘞。金刚狼很迷人，首映会吸引2000-3000个影迷到场。为了听电影宣传，他还上韩国节目展现金刚狼的超能力。这趟韩国行，我跟休·杰克曼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台北新闻陆廷刚、狄志伟，韩国首尔采访报道。全面净化，日立变频冷气，省电一级能效 ，MIT 台湾制造，采用日本制压缩机，连续24年理想品牌第一名，连续12年最高荣誉白金奖，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。老婆，帮我把电脑也变大吧。哇，迷你云，哎。有了迷你云，手机就能直接操控。以前用电脑找不到的音频内容，这里都搜寻得到耶！屏幕那么小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难道你不知道迷你云甩变大吗？再甩一下，电视画面变暂停。哦，赶快下载智慧生活家 APP， 跟我一起体验吧！迷你云多少钱？哪里买？我明天就告诉我的同事。刷一下，省很大。迷你云轻松带回家。拍谁了？拍谁？拍谁了？拍谁了？你在拍谁什么？我连591出租房子了。